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支视频是一个拔草的视频，一共有50件产品要给大家在这里做一个断舍离。首先是这一款 L 妹家的粉底液，Oil Free，任何肤质都适合，雾面妆感的一款粉底液。它和美宝莲一样没有泵头的，色号是100 Cool Ivory，对我来说是太白了，质地非常非常的干，很难推开，而且它的遮瑕力非常低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痘痘敏感，感激的话，那这一款就可以跳过。接下来是同系列的这一款 L 妹家的遮瑕棒，我选的色号是120，这个色号对我来说是 OK 的，也是一样，它遮瑕力非常非常的弱，非常的干，很难推开，不推荐大家使用。接下来这款是 Rimmel 家的25小时持久粉底液，它是玻璃瓶的，和 Physicians Formula 一样，它是这种棒状沾取式的，质地非常的水，很好推开，但是它的持久性不行，差不多2小时之后我就开始出油了，没有出现干裂和白头现象，它是会有一点点光泽感的。它的遮瑕力比较的差，给我感觉就像 tinted moisturizer 一样，没有什么遮瑕力的，非常的通透。我试着有把它多次叠加来使用，也是一样，它的遮瑕力很弱，所以比较适合皮肤比较无瑕的干性皮肤的女生来使用。接下来这款是 Jolene 的一个粉底液的小样，这一款也是一样，它的遮瑕力非常非常的弱，基本上就是一个 tinted moisturizer。色号的话，上我的脸是偏白半个色号，比较显气色的色号，妆效自然，我觉得比较适合皮肤比较无瑕的学生党来使用。接下来这款是 Well People 的一个试用妆，它是一个有颜色的 face moisturizer，他家其实底妆产品非常少，应该只有2件。价格不便宜，色号的选择也非常非常的少。我用的这一款2号 Light 这个色号，对我来说真的深太多太多了，而且它的遮瑕力也非常的差，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 tinted moisturizer，所以我对它的遮瑕力也不抱太大的希望，质地非常非常厚重，我真的不推荐大家来使用。接下来这款是 Well People 的一个遮瑕，比他家的有色面霜遮瑕力度要好一些，但是对我来说还是属于中等遮瑕的程度，而且它非常难推开，而且它是会闷痘的。我有把它下巴遮瑕，然后用完之后就闷了很多的痘出来，绝对不推荐大家使用。接下来是 MAC 家的24小时遮瑕，色号是 NC15，这个色号对我来说用在眼下还是白了一个色号，质地略干。拍不太均，拍开后遮瑕力度中等，而且它会有干纹卡纹。接下来是 L 妹家的这个四色腮红，色号是 Pink。它后面有带一个镜子，然后有一个刷子，像这种扁扁的刷子，我觉得用来画腮红都不好看，粉粉嫩嫩的颜色。它的压粉很紧实，它对你的皮肤啊、毛孔没有特别的修饰。如果你喜欢压的比较实的腮红的话，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系列。对于我这个痘痘肌来说，我是希望我的腮红也有一定的修饰肤质的效果的。接下来是 CYO 家的2个腮红 ，Tell Street 橘色里面带金粉。Just Saying 这个色号呢是粉色带一点点银闪，这个系列的腮红上我的脸都非常非常的显色，不是那种慢慢堆叠出来的。同时它的粉质和刚刚我说的 L 妹一样，只是单纯的腮红，它没有办法对你的皮肤进行修饰，这也是为什么我把它断舍离的原因。接下来是这款 Huda 的一个闪亮的唇蜜，色号是 Foxy， 它是我目前用过显色度最高的金属唇蜜。非常的苦，我完全 hold 不住。接下来是这款 Rimmel 加 Kate 系列的唇膏，色号是17。我觉得在手背上试色还蛮好看的，但是上我的嘴之后就会变得非常的俗艳，质地也一般，就是普通的唇膏的质地。接下来这款是 Fenty Beauty 的一个雾面唇膏，色号是 Thick。这个系列的雾面唇膏上嘴之后会不顺滑，会让你的嘴唇有角质化的现象。这个色号对我来说也是偏暗，不太提气色。这款 CoverGirl 的睫毛膏应该是2020年年初出的 Clean Fresh 睫毛膏，弯弯的。它这款上我的睫毛完全没有存在感，就像我没有涂睫毛膏一样，而且它会让你夹卷的睫毛边涂
涂边塌，千万不要买这一支。这款美宝莲的睫毛膏，它虽然不会像 CoverGirl 一样边涂边塌，但是它的卷翘度只能保持一半，没有办法100%保持你刚刚卷翘的睫毛的卷度，它不是很浓密。这一款 L 妹的睫毛膏，它的刷头是前粗后短的，所以大家在刷的时候千万要当心，不要弄到眼睛里。另外它的卷翘度也是只能保持一半。这款 L 妹的睫毛膏边涂边塌，而且也没有什么存在感。这款 Truffle 睫毛膏这个牌子非常的小众，就在它自己的官网有卖，味道非常化学，非常难闻。虽然它的膏体很厚，但是一点都不纤长，一点都不浓密，没有办法保持卷翘。这款 eCosmetics 家的睫毛膏真的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，对我来说这一款它的浓密和纤长都不是很明显，涂完之后整体我觉得没有什么存在感，而且涂完它之后睫毛很快就塌了。这款 Tarte 家的睫毛膏涂完以后存在感不强，而且它到晚上就塌了。这款倩碧家的睫毛膏边涂边塌，而且浓密和纤长的效果也没有特别的出色。这款 Grande 的睫毛膏，如果你是睫毛非常完美浓密的女生的话，我建议大家可以尝试这一款。首先它是有滋养成分的，其次它真的不会结块，如果你本身睫毛就很浓密的话，用这一款出来的效果会非常的自然，非常的好看，绒绒的感觉，绝对不会刷出苍蝇腿。如果你是跟我一样睫毛条件比较差的女生的话，这一款我就不推荐了。上午的睫毛比较没有存在感，到晚上它就塌了。接下来要拔草的是这款 ELF 家的眼影膏 Toast， 从手背试测就可以看得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 sheer， 非常的不油亮不显色，上眼睛就更加的不明显了。接下来这款是 JCAT 家的 Price Metal Eye Mousse 眼影慕斯，色号是 Houdini， 也是一样差不多的质地，更加的软，它的底色是深墨绿色的，上眼之后非常显脏，而且在眼睛上晕开之后它会有一点颜色不均，会有深深浅浅的问题。接下来这款 Dolly Wink 眼线笔，这个应该是易若一系列，挺好画的，但是它在我眼皮上它是会晕妆的。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是属于非常容易晕眼线的女生的话，这一款一定要避开。 Rimmel 的这一款眼线笔它是转不出来，是要用削笔刀去削的，它不是一般木质的眼线笔，比较难削，也是一样，这款在我的眼睛上是会晕妆的。这款美宝莲的眼线笔非常容易上色，非常的浓黑，但它的问题就是它在我的眼睛上还是会晕，推荐给真的不太晕眼线的女生来使用，因为它真的非常浓黑，几乎不用力都可以上色。这款 Urban Decay 的 24/7 眼线非常非常的有名，我非常喜欢它同系列的所有金属的彩色的眼线笔，但是这支黑色的我真的还是会晕。这款 ICO 的 Skinny 液体眼线笔，它的笔头真的非常的粗，非常的硬，在手上还是挺好上色的，眼部这边我化完妆之后用它就很难很难上色，用一次我就不想再用。这款美宝莲的液体眼线笔也是一样，它是这种比较尖比较细长的眼线笔，但是它的笔尖有点太硬了，会有戳我眼皮的感觉，而且它上我的眼皮之后不是很好上色。接下来这款是 L 妹家的一个双头眉笔，它跟 eCosmetics 一样用的色号是 Universal Top， 黑色的头发来说我用不会特别有违和感，但是这一款色号真的带黄太多太多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推荐给深棕色到黑色的女生来用，比较适合浅发色的女生。还有就是我不知道它这个颜色是太淡的原因还是什么，画到脸上之后会有点深浅不均，不是很好上色。这款 Love Wellness 的卸妆试镜非常非常难用，首先它的气味就非常的刺鼻，上脸卸妆的时候也会感到明显的刺激感，在用它卸眼妆的时候进眼睛也会很疼，水分是 OK 的，但是它这张卸妆巾真的非常的稀薄。这一款是欧莱雅的湿巾，就比较的紧实，但是这款就非常容易烂，所以不推荐大家去买。接下来这款 Origin 的眼霜的质地里面带有很
多这种亮亮的闪片，涂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颗粒感，上眼皮有很明显的摩擦。我真的不太喜欢含亮片的护肤品。接下来要给大家拔草的是 Yes Two 两个系列的免洗洗发产品。首先，这个是帽子型的一个免洗的洗发产品，浴帽，里面是湿湿的，有一点点像精华水一样的产品在里面，戴到头发上之后按摩一阵子。它这个浴帽质地材料还不错，就是属于比较好的浴帽，不是像酒店里一次性的那种很薄很小的那种浴帽，这个还挺大的，而且质量也挺牢固的。但是它这一款真的不是用来给你去油的洗发产品，它是有滋润精华液在里面的，所以是会帮你滋润头发，所以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干性头皮，早上起来之后头发特别毛躁的女生用的。像我这种油性头皮，而且又是头发非常秃非常少非常贴的女生，真的非常不适合用这一款。因为我一般头发的精华只会用在耳朵以下，绝对不会用在我的头皮。气味很难闻，虽然不浓，但是是有化学的气味在里面的。而且它还有一个问题，这个浴帽会在你的额头勒出勒痕，急着出门的话我是不建议大家用这一款的，因为会有勒痕，不太好看。我们接下来来讲讲 Yes Two 的干洗发纸。西柚和竹炭我没有怎么闻出味道，但是椰子的味道我是闻到，有一点点椰子的香精的味道，一般般。它里面有一张纸，有点像干发喷雾一样的那种吸油的粉末在上面，擦在头皮上用来去油。我觉得它的这个产品的管控做的不是很好，我买了三张，每一张上面的粉末都不太一样。第一次我用的时候就是一打开就全是粉末，撒的到处都是，但是我用另外一个的时候粉末很少，几乎看不到。第三个就是正正好好，都快赶上散粉，很容易进眼睛啊进嘴里，觉得它的效果也很一般吧，而且白色粉末非常明显。唯一能够想到的用它的场景就是如果你不能带喷雾上飞机的话，干洗发纸上飞机用，做一个急救。接下来这款是药妆店的一个干发喷雾，牌子不是特别的大众，这应该是我唯一用过他家的一个产品。他写的是 Invisible Dry Shampoo， 我觉得他可以改个名字叫 No Powder Dry Shampoo。 我感觉我喷的不是干发喷雾，而是发胶，没有任何去油或者蓬松的效果。我大概喷了10次它就自己堵住了。接下来是这款 Moon 的牙齿湿巾，非常非常凉的薄荷味，没有什么美白效果，它的去污效果没有你真正好好的去刷一次牙好，而且你要把嘴张得很大才能够伸进去清洗，使用感不舒服，非常的鸡肋。接下来是这款所有网红都非常喜欢的身体乳，这个牌子基本上就只是做身体乳、沐浴露和一些香薰，产品线不是很多，之前一直只有这一个 Brazilian Bon Bon Cream， 19年才新出的这个新口味是 Coco， 这两款味道很多博主都说他们很喜欢这个味，但是我真的是一点都不喜欢，甚至还觉得这两个难闻到我真的用不下去，比较刺鼻的古龙水的味道。这款是 Tarte Sugar Rush 那条线的一个 Body Spray， 作为 Body Spray 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它闻起来那么的酒精，它的官网是说它是果香花香的，但是我只闻到奶香味，而且是比较廉价的，比较像是小孩子香水的那种奶香味。那以上就是这支视频为大家拔的所有的草啦，如果有为大家节省一点钱拔掉一些草的话，请给我一个三连。如果你想看到更多我的拔草视频的话，请点击关注我，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我所发布的视频啦。希望大家天天都开心，我们下期视频见啦，拜拜。